Hello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期主任牧师的话。我们很开心呢，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一直继续在谈福星这个课题。我们相信呢，在过去两个星期，牧师给我们看到，原来福星是真的很宝贝，而且福星是有路可乘的。那我们来跟听听大家来分享一下嘛，那如何的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福星的里面？我觉得今天很有神哦，因为我们录制的这一天是7月13号，然后今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七章的时候呢，13节是说到非利士人被制服。那这个翻转的局面如何发生呢？就是从祷告开始。撒母耳召集以色列人在米斯巴，这个叫做一个瞭望台的地方，就是祷告的地方，悔改祷告。然后仇敌也是听到了哦，然后腓力斯人听到他们在米斯巴，他们就来攻打他们。但是哦，那个撒母耳就没有慌乱，继续献祭，继续去祷告，以至于呢，在米斯巴神在那里出手击败腓力斯人。所以我看到在福星史里面是所有的福星都离不开祷告。是啊，其实从刚才 Pastor David 所说的那个整个的事迹上面嘛，其实发觉到原来福星是需要神和人一起来互动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说福星是神的主权，可是人要懂得适当的回应的。比如讲说在第七章，当讲到说百姓他们转向耶和华，然后撒母耳就出来讲说，如果你们真的是全心要转向神，第一个你要做的是什么？第一个你要除掉你的偶像。第二个你要专心转向神。第三个你要单单侍奉耶和华。当你完成了这个事情，你这样子来回应神，接下来就讲说什么？拯救就会领到。是呀，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看经文的记录，就是说他们就像他们就祷告嘛。然后神就应允撒母耳的祷告，神就超自然的介入，然后就打败了腓力士人。是啊，Pastor Elijah非常同意啊，因为当我们看到有对的人起来的时候，比如说撒母耳带领人去悔改，去祷告主偶像，一心专心跟随神的时候，神就出手哦，不是人出手，人是回应神哦，神就在那里就出手击打仇敌哦，仇敌就内乱，然后以至于他们就四散被杀退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真是福星哦，真是要从人这个器皿如何回应开始了。是啊，讲到器皿嘛，人的回应，我们不单指威尔斯有浩威尔的回应，或者 Evan Roberts 的回应，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，我们自己的灵粮堂，我们的赵世光牧师，我最近再去看赵世光牧师的福星嘛，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中国的时候起来的，而且呢，他是在1907年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到他离开世界，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，我发现他被呼召哦，他16岁洗礼，17岁就被呼召，在上海的大福星里面，他被呼召，所以而且呢，他被呼召起来的当时有一些人物都是很爱祷告的，所以要预备中国的年轻人。所以他们当时就有祭祀文啊、宋尚杰啊、倪托生啊，还有赵世光，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哦，他们就奉献自己，成为日后整个中国福星有名的一些人。所以我们很感恩哦，因为我们的灵粮堂就是赵世光是那创办人，所以他到1942年哈。他有一天跪下来祷告，因为他发现他很会传福音，很爱传福音，他世界各地都去，但是他发现没有教会不行，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起呢，就立定心志，他所传的福音就要有教会，传的福音要有教会，所以就有人承接那一些信徒啊，所以他到处去建立教会。他同时不单只建立教会，他还建立了一个灵粮世界布道会，
哦，就是说他的眼光，他的心胸在那个时间呢，他已经是看到世界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非洲啦、印度啦哪里建立教会，我觉得这一个东西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。虽然神对我们有呼召，可是我们有长辈哦，那一个传承，所以无论是周牧师、张牧师，他们都传承这一份，我们今天也传承这一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福星就在我们当中，看我们怎样去回应。而且呢，在记载里面还说，他每一次在上海聚会完，教会聚会完，他下午大家都很累了，他就会去到犹太人的区，然后去传福音，去讲道给他们听，去建立他们。因为他的心中，他说不单止我们自己要得福啊，这一班本来是神爱的子民哦，他们今天来到中国，他们也要为他们负责任。所以我觉得赵世光牧师他的心胸是很阔的。今天我们领受这一个哦，其实也是从他来的，这个很感动我。我也很受激励了。是，那我们觉得要如何的回应呢？那我觉得我们就要从我们年轻人开始。其实教会已经走在这个水流里面了，我们就是在祷告，然后我们在敬拜，我们在传福音，我们在拓展教会，是，其实都我们都在做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可以更加的起来。那 GA 的意向就是起来让枯骨复活成为大军嘛。那我觉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回应神，我们圣灵浇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勇敢的发预言，我们为着有需要的人发预言，我们为着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给他们传福音，更重要的，我们要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，成为神的大军。那我觉得当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福星就在我们当中开始了。 是，所以我知道是这一些人的福星其实都是在社会非常有挑战，而且国家面对很大困难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国家面对的冲击也是很大的，所以那个福星的酝酿已经在当中，所以我们要相信它有一个突破性要发生的。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很鼓励我们，不单只是长辈啦，或者是成年的一般，最主要是年轻人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回应神，就好像这个哈维尔，就好像这个伊文罗本，他们都是二十几岁回应神的。然后我们林良堂的赵世刚牧师，他十七岁就回应神了。还有很多很多当时代的年轻人，今天我们的年轻人在做什么？你在渴慕什么？你在追求什么？假使我们今天能够有更多渴慕复兴，渴慕事情能够有改变，国家有突破，还有我们的家庭和职场都有突破，年轻人要起来，因为你们有的是神要用的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也祝福父母们，也祝福我们所有带小组的组长们，我们都能看到未来这一波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神祝福大家咯，愿福星也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的下一代。Amen. 好，我们今天主任牧师的话就讲到这里了，愿神祝福你们。